能怎样？前天也有发朋友圈。小白说。那妹子呢？会熟，那水真臭。臭臭啊，这边就还好，跟那边有没有臭？对，那边很臭，超臭的，那边像臭水沟的水一样。可是不是都一样吗？照理说是应该都一样，可是那边水有没有臭？走。花蕊走这里，走慢慢走，可以冲，再弄你那些桥墩哦。